那上我就其實同佢哋就係唔係好熟嘅啫。但係佢老公咧唔係好人嚟嘅，衰人嚟噶。我親眼見到個死者啊，隻手瘀咗噶，一定係家暴。係啦，喺死者跌落樓之前咧，我喺街度撞到佢老公，佢個樣好嬲噶，口啊啊喺度鬧人咁。我估佢一定翻屋企打過老婆。阿 Sir， 呢啲咁嘅人快啲去拉佢啦。先生，個人猜測嘅嘢就唔需要講啦，講你見到嘅嘢就得啦。你有冇親眼見到佢打老婆？冇啊，冇親眼見到。冇得事嘅话，叫二分半条命俾你都得噶。你乖啦，你醒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唔好谂得叫二一个啦，好唔好啊？你过嚟。你真系谂住就咁冲入去啊？你引开佢，我拖入去。梗系唔得啦，不如见到我哋一定要叫石 Q 噶。等唔切，等唔切，唔好咁冲动。你边度谂啊？你边度谂啊？见到你家姐俾你姐夫打，寻日一早我同你家姐同一部 lift 嘅，我见到佢手臂瘀晒，佢系冇事，仲吩咐我千祈唔好同你讲。佢惊我担心佢，佢就唔话俾我知。你咁大个人，你唔识翻转嘅咩？点解你唔同我讲啊？知啊，所以我开工嗰时候我咪想同你讲咯。A 君 B 君 A 君。乜嘢 A 君 B 君？你讲乜嘢？乜嘢？对唔住啊！一个对唔住有乜嘢？有乜嘢用？有乜嘢用？有乜嘢用啊？点解你叫死不救啊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点解我只有鬼冇事啊？点解你卖俾我哋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我听完之后去边？你知唔知你家姐同其他人有冇感情瓜葛？你咩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家姐有婚外情啊？呢几张
是时钟酒店的 CCTV 截图。事发当日，游国栋和乔若思去了这间时钟酒店，之后这个男人就入了房。我们还查到游国栋欠大耳窿十几万，会不会乔若思为了帮老公还钱和其他人上床？他不会，就算是都一定是个扑街逼他。乔若思做的地方品流复杂，这个男人会不会是他的客人？都是有多复杂啊，他做部长的。不是，我们查到他在骨墙上帮人揼骨。他我很挂着妈咪，我也很挂着他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他几时回来啊？很远的地方回来就要点时间咯。为什么他不带我去？是不是我不乖？怎么会啊？你妈咪最疼的那个是你，怎么会啊？你啊，我妈咪不要我了。傻猪，怎么会啊？你妈咪怎么会不要你啊？他自己都不想，他想在你身边的，但是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乔爷，妈咪是不是死了？对不起，爸爸，你不要这么低我啦。我不是低你，我转头接你。我日后都见不到你。放手啊，我真的可以跟你说不得的。爸爸，我不要你啊！你不要跟着你，我不会带你走的，始终你是个人吗？爸爸，我真的疼你啊！我看见你是真的。要带我来酒店？有个人好想见你，只等你知啦。咩人？咩咩人啫？男人啊！系唔系趁我行开咗喺我背嘢度？我做人，我唔想噶。我呢排受苦，好唔顺，输好多钱，我走路都唔掂啊！难得依家有人中意你咯，你为我牺牲一次，一次啫嘛，之后不数就一笔勾销噶啦，吓！我系你老婆嚟噶，一走！老公有事噶，系咪唔帮啊？而家瞓一次啫嘛，咪当俾鬼砸咯。你今日咁威啫？你揼骨妹嚟噶咋？我就算系一个揼骨妹，我都系正正经经帮人揼骨嘅。我从来都冇出卖过自己，我系正正阿妈嚟。你收唔收钱？我同你讲啊，冇钱就收钱啦，就系你两母女啊，拖手拖脚，我先发唔到围嘅咋。总之，你我好服侍佢。你个贱人，你想我送个老婆俾人做，你搞女人，你个！唔係佢，唔係佢，佢衰鹹濕啫。我飲醉酒，你執屍個女仔係咩人嚟嘅？咩人？我真係唔知道，你唔好問啊。講啊！你條衰子講大話啦，講係咩人嚟㗎？唔講得㗎，唔講得㗎，講咗會惹嚟殺身之禍㗎。講嘢即刻水落地啊！邊個係？講曬嘢，再翻曬管啊！誰問佢？係，再曬管，再曬管啊！會要我驗啫，佢會殺咗我㗎。條女係咪黑社會？条女的男朋友是黑社会猛人嚟噶，因为你得罪了黑社会，所以他哋突然间就攞咗报酬，系咪？我真系唔知道。